米肠，挺长时间没吃了哈。米肠29.9发20斤，这米肠可好吃了，一点都不腥。然后过两天可能开化了就不能发了。29.920斤米肠送一袋辣白菜。这蘸料我是放点辣椒油，放点酱油，放点醋啥的。还是视频上面有链接，嘎嘎香。